可能能进入奥运会，但是进入奥运会是我们的武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，不是一个唯一的目标。那么就是进入奥运会也是武术的竞技武术这一块的一部分内容。回复一楼、邱建良等关键词，还能看到最完整的拳手紧急视频，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。运动员呢，除了他的这个击打能力以外呢，我们想他的抗打能力啊，也应该是有训练有素的。对，特别是从那个转身回呀，对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看到队员呢，现在已经基本上神志已经开始恢复。从慢放的镜头看，刚才这个力度很大，因为正好大侠李明踢倒在地，最终优势胜。